参加公路接力赛的共有15个县市的100多位选手，他们今天上午8点钟从高雄市政府前出发，分10段60个区进行比赛，每区的路程是5到9公里，全程共435公里，分5天跑完，预定在11号抵达台北市中山堂。总成绩前3名和每段每区第一名的选手，都将获得大会颁发的团体和个人的锦标。